大家不要对台东这块土地失望，我相信一定会还有比我们更优秀的人能够一棒接一棒的上来，能够为台东这块土地真的是打出一个不一样的未来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谢谢大家陪伴着我们走过这样一条漫长的路，虽然很艰辛，虽然我们掉了很多的眼泪，虽然我们遇到很多的波折，但是我们所接受的爱与温暖远远大过于我们所付出的。我们再次谢谢台东，也谢谢所有的好朋友，也祝福我们台东所有的乡亲有一个美好的夜晚，谢谢大家。刚刚其实是已经宣布败选了，看到他的得票数字47715票对上了是刘兆豪的29202票。其实刘兆豪在4年前选过了，好像每一次他就没有办法选赢，这边真的是蓝营的铁板一块。黄建廷上次拿的票数也很高，刘兆豪上次拿到53000票，但是没想到刘兆豪这一次29000票，他刚刚也是含泪宣布他败选了，一再的鞠躬，也谢谢台东乡亲对他的支持。